超哥还是你好。哎，等会儿，同学，不好意思啊，麻烦您带一下。你干嘛呀？不好意思啊，美女，不好意思啊，来帮我带一下。啊，你有病吧？你别动，等会儿。有病吧你？这个像，哎，同学，带一下。哎，你拦我女朋友干嘛呀？不好意思，干嘛呀你？别动，别动，你们俩站那儿别动。 你要干嘛？你走开！同学配合一下，帮我带一下。就是你，化成灰我都认识你。上次就是你害我爬苏瓦阿姨窗户的，是不是你？啊，上次就是你爬苏瓦阿姨窗户啊？不是，阿姨，不是，阿姨，哦，又是你这个臭小子！ 你还敢来？给我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臭小子，你看我逮着你不给你处分！站住！给我站住！哎呦，星辉啊，我说这倩倩中午怎么不跟我们一块吃饭呢？弄了半天，原来是中午约了人啊。 约人怎么了？我跟沈侯说点正事。哎呦，我们没说什么，不用解释啊，不用解释。你们要不要再聊会儿？我们几个出去透透气。哎，我觉得行。哎，这空调不是开着的吗？哎，行了，赶紧开会吧。赵宇环跟边文超呢？他俩有点私事，马上到。哎，沈侯啊，我觉得你应该换一个位置。 跟你换吗？也行啊，来啊！干嘛去了？快点！几点？做贼去了我。那咱们开会吧。好呀。那个关于银行赞助咱们学生会的事情，我跟银行沟通过了，他们希望在咱们学校门口装一台提款机。提款机？ 我觉得没什么意义，谁还要提款机啊？就是，可是这是一笔很大的费用啊！如果得不到银行支持的话，那咱们不是你不能光为了钱去装一个本来就没有意义的东西吧？为什么没有意义呢？现在有很多人都在用银行卡呀，偏远山区的很多小孩他们的父母都不会用支付宝。有几个偏远山区同学之间互相帮助一下不就好了吗？啊，他就是一个。那你觉得你需要用提款机吗？我也用支付宝。 我觉得安一个榨汁机都比提款机有意义，好吗？你俩发言啊，干嘛呢？哎，聊到哪儿了？会议结束后等我一下。要不要安装提款机？你给点意见，大家说的都对。就知道对，大家说的都不错。我觉得咱拿着钱就要干正事儿，好吧？不要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。哎，你觉得这个和这个哪个好看？ 都还不错。真的吗？嗯。哦。哎，这个和这个呢？也挺好看的。哎，这个呢？ 这是要送给谁啊？我就随便看看。这个你喜欢吗？其实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送的，什么我都挺喜欢的。沈侯。 上次我说的事儿，你回去好好想了吗？什么事儿？就是你跟小陈的事儿。一方面我是你的朋友，另一方面我又是小陈的好姐妹。你们俩这样闹下去，我夹在你们中间其实挺为难的。啊，哎，放心吧，都结束了，过去了，我想清楚了。你想清楚了？啊，早就应该想清楚了。
与其纠结着过去的事儿不忘，倒不如重新开始，你说对吧？嗯，你说有道理，我正这么做呢。你不会知道我要做什么吧？我怎么会知道啊？你不知道就行，如果你提前知道的话，那就没意思。算了，不玩了。难得约你出来吃次饭，总是看手机好像不太好啊。没关系，我不介意的。你吃吧。回来了。你干嘛呢？看我这个妆怎么样？是不是特有节日氛围？但是你要把这个脏擦掉就好了。这叫小鹿妆，你懂什么？哎，对了，沈侯晚上约咱们去蓝月酒吧。哦，那我跟小陈说一声。哎，你可别犯傻啊！人沈侯可没说要叫他，他俩这次啊是彻底结束，是真的彻底结束了。你这一天天都从哪儿听说的呀？别管我从哪儿听的，消息准确就是了。你今天好美啊，芊芊！你这衣服是不是挺贵的呀？你这包给我看一眼。我的天哪，好漂亮啊！今晚有空吗？如果没事的话，你可以来我们公司，提前感受一下进公司的工作氛围。这个魏彤。说好一起走的，又说临时有事儿。哎，你那天跟沈侯一起吃饭，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他就问我女生一般喜欢什么样的表白方式。哎，对了，如果送你们女生礼物不重要的话，那你们女生喜欢什么样的表白方式啊？当然是气正时又难忘的。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吗？敢于在众人面前表达的才是真爱。谁不希望自己喜欢的男生毫无掩饰的跟自己表白呢？这种事情我已经做过一次了，再做一次不好吧？不一样吧？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你好像很在意我的意见。你的意见难道不重要吗？他这是一心一意要在今天晚上当众跟你表白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所以他选择了一个严小晨不上班的日子，怕你尴尬。真是为你着想啊。或许他是真的想过个节呢。才不会呢。